灌豆糕是真侪台湾人囡仔时代记忆，不过对金门人来讲，豆糕是坐甲变成灾。好佳在英山庙李将军，也就是汉代兵将李广，用一粒灵蕉做豆糕消息。英山庙唔闹拄豆糕的李将军，庙阁拄伫个飞鹰搭架下的风水宝地。上特别的是求签爱看流水，相传庙前一粒拜蕉影响求签。地方一种讲法，讲水因拜蕉八分甜，求签上名声。俗语讲豆糕孙五国。你那灌豆糕，率将豆糕正逼出来搅乱人间。乌糕在天七十二变，变满人无偷地拄豆糕秘籍，化作歹女继续情人，搁变做 AI 狗撮温柔车，拢是要保护灌豆糕的鸟子阿湾。最后化作算命仙，撒浪传民来破灭做万寿人李将军的风水。李将军变作拆破豆糕正的把戏呢？请收看今日的《戏说台湾》，豆糕正七十二变。相传金门的渡狗要坐到变成灾，一当初因为有祖传的渡渡狗秘籍，所以躲过一劫，修行阁算袂歹。但是西村就无遮好康啊，规片残叫渡狗甲吞了了，所以西村的人是想尽办法要得到当初的渡渡狗秘籍。李文杰，当初阮后生金童啊救恁仔仔阿娇的时阵，你亲嘴答应的哦。任何条件拢愿意，害我讲到偷渡狗的秘籍，啊！你随遁地讲话无算话啊！蔡后秋啊，啊！你都知影这个偷渡狗的秘籍是阮李家祖传的呢，啊！阮这祖先都有交代，都干来当给阮东川的人使用，袂当给恁西川的人使用。啊！你安尼讲，唔是咧为难我？我插插你遐济啊！哎，照讲爱照行哦。好，今日伫众神的面头前哦，规矩，予新明来做一个决定，到底是你对我对？我不会做决定的，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，对不？哼，李文杰，你稳输的啦，一个杯我已经动过卡手，卡等下每一杯我拢是上杯，秘籍是我的呀。当时两村袂当结仇，都是因为渡渡狗秘籍之争，所以就算我乌手的后生金童，甲文娇因查某囝阿娇也相依爱，嘛因为爸母无开化，无落做伙。一天乌手遇到设计，要逼文娇交出秘籍，会想袂到讲。第八杯啦，赢你甜甜了，哎呦，足歹势，就是我早就知我赢啦。这边哪可能？喂。蔡后秋啊，这边来无可能啊！这吼表示连新民吼都徛伫我这边啦，叫你吼唔通想嚣摆啦！就像你咧输我，有心好考好无？嗯，哈哈哈！夏林公啊，阿信路吼，你文娇啦，林刚再搁找一个时间来甲你斗下啦，哈！来，阿娇阿娇，咱来斗，无啦，金童啊，阿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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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娇，奶奶，这有个坏人，哎呀！刚有人来啊，快去避开！阿母，你莫行遐紧，我跟袂着啦，你先等去啦。你这死糟鬼啊！你嘛留淡薄红探听咧，你安尼甲迄个蔡金童他们咧三百块，你是当作阿母目睭痴迷，无看到啊是无？
阿母，你囡仔嘛知影我甲金童是互相依赖，无你先转阮啊，好无？无可能啦！咱东村甲西村吼，一向都无通婚啦，就凭这点，我袂答应。搁再讲啊，迄、那个蔡金童有一个鬼头鬼脑的老爸，想空想胖，都敢若想要爱咱到毕竟尔，都因为安尼哦，我愈无可能答应成亲啦，你死心啦！阿母，我求你啦，你都先转婚好无？无可能啦！你若是真正要嫁予迄个蔡金童吼，我著甲你断绝母仔关系。阿母，别个讲啦！阿母，莫安尼啦，我求你啦，好无？阿母，嫁啦！阿母，阿母啊！你莫安尼，我求你啦！嫁啦！阿母。对母仔，叫了我吃饭，害我浪费时间。哼！我赶紧把这些草根拢夹断，早顿去给我水母，给我的囝吃。嗯。你今晚有心啊？是我的囝，到时阵，哎，我就是豆皮啊，生出来，啥？这几瓶都是我的囝孙啊！想到，佮佮佮有够爽的啦！嘿，奇怪啊，我着灌这领济水吼，我担心你歹出来啦。阿达真正赞啦，真正赞啦！等下吼，就家己烘来食，一定又搁酥吼，又搁香啦！吼吼，收到就老爽了。阿家仔，得过一件。阮娇安尼有嘴讲甲无乱，也是无多岁后阿娇放弃金童，顾不将只好先甲关起来啊，莫互因见面。阿娇惊讲老母会替伊去找别门的亲事，心肝了坦怀，都决定包好啊款款的，要甲金童小撮走啊！哦，恁两个要相撮走吼？较细声的啦，若是去老爸知影，阮就走袂去。哦，好啦，你是我未来阿嫂对啦吼？哎呦，恁两个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阿爸讲。好啦，夫人莫讲啦，阮即马就要来走，阿爸遐有你负责，知影无？哦，好啦，阿兄，你放心，我吼绝对袂出卖恁的啦。哎呦，啊吼，足痛的啦！救命啊！阿爸要放死囝啦！救命！足痛的啦！老爸甲死囝是拄好尔。你阿兄走去躲避，你若讲出来，我就叫伊莫怕。阿爸，你是怪无讲道理啊啦！哦，阿兄去躲，我要哪会知影啦？哎呦喂啊，真正足痛的啦！啊对啦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啊，我若真正是你亲生，你来拍下落手，我天天的阿母吼。
用讲的。哈，唔通啊，唔通，哎呦，唔通，唔通，拜托，唔通。爸，我讲，我讲啦，我讲，我讲。阿兄甲阿叔吼，因讲要去海边一个山东小米节啦。啊，拜托，叫莫拍死的死真的。有听无？加穿我脚手，一定要甲金童甲阿菊啊找出来。我整天的腳有夠累的啦，腳好夠頭的啦，很困難。我看啊，我今日就倒在这包裡面，很温暖。金童，咱们真正应该做伙，你安尼想出来之后，我就烦恼的。阿舅啊，你别烦恼啦，啊，等天若光，咱就来去码头。啊，若是会当找到带咱出海的船，咱就会当得走啊啦。你要走倒去？阿爸，你这个儿子，阿爸，你这个无路用的卡笑啊！刚才还跟查某相撮走尔，你还讲什么路用？拢阿爹等啊！是。哎，阿爸，阿爸，等。阿爸。操！金东。你这件事我买定是无？我辛辛苦苦请养你二十年，你还报答我是无？哈？阿母，我跟金东是真心相依爱，这世人我甘呾要嫁一个人，我求你成全我啦，母。哎呀，你明明知咱东川甲西川就是袂当嫁娶，而且你是咱李家唯一的孤仔仔，将来是爱招红婿入门的呢。我是要成全你啦，除非哦，金童啊愿意予咱招啦。金童，恁娶到，阁有小弟会当团休会啊，你给阮李家招啊，好不？这你的头啦，这阿爸，点咪？恁爸甲你饲到这大汉，是饲来咧红招呢？娶到甲西村的面子，真正予你吓了了。阿舅讲了无唔对啊，阮我洪小姐哪有遐紧啊？啊，搁再讲，咱台湾搁有金工会当带你旁道啊吼！啊你，阿爸，都说你老怕想，我袂甲阿舅做伙啦。阿伯，你若真正要甲金龙拍死，无你归去给阮两个人先做伙啊！是啊，阿爸，你甲点伊，我死嘛唔得，你当作卡卡烂嘞，我就无路甲你拍死。啊啊哎呀，阿爸，你好。好啦，啊，你今要个拍死是无？老翻天。哎，啊，无你敢要和因两个做伙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啊，是直接要变两个去死做伙啊？我，阿母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答应啊？你答应和我跟金童做伙是？只要金童若愿意和咱招，我就答应这门亲事啦。我愿意和您招啦，阿爸，拜托你成全阮啦。你，安尼我借问一下吼，假使我若答应阮金童啊，和您招，这个聘礼是不是我开任何条件，你拢会答应？这是理所当然啦。安尼真好。我特别爱迄本《头道教》的秘籍，哎，我知影，我一个开嘴吼，你一定会讲无可能，但是你也斟酌想看卖呢。我金童若嫁入去恁李家，算起来就是恁李家的人啊哦。我来看这本秘籍，那是理所当然呢，啊。这，阿母，好啦，我求你都答应啦，好不好？我求你啦。
姐嘛，我看吼，唔免拣日子，咱两个人讲好就是好日子啊。明仔再看看嘞，后日你就听我来送听。啊，那这个聘礼，亲家啊，那这你就做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个好势好势，礼数一定给你穿得够啦。哈哈哈！安尼咱就是亲家亲嘛。亲家啊。时间我甲毕吉看看嘞，怎啊甲伊退婚？安尼阮金童啊就免红招咯。系啊，蔡干那是摕着毕吉，以后我甲我的子孙啊，唔过无所在避啊，袂用的，我爱想办法破坏伊的婚书。你是梅兰博，啊，那不是阿春来啊？哎呦，阿姨个巴肚疼，叫来倒三间，上来拢赶快啦！好啦好啦，啊，无你来，咱嘛先拄好啦吼，啊，赶紧进行仪式啦。哦是。阿母，请您坐啊。真好，真好，来，金童啊，以后啊，你就是阮李家的人啊，阿母真欢喜，搁加一个后生啊，哈，多谢阿母。请嘛，啊，咱迄个聘礼，唔知。放心，我早就准备好啊。嘿，我来，我来就好啦。安尼哦，小雅，这是聘礼啦。啊，在这里。哎，哪呢？哎，阿爸，你看。你还文娇？这就是你的生日是无？提一张无字的笔记，要叫阮囝给你烧？你这摆是要当场我笑破人的嘴就对啦。我提的是明明就是阮组团的笔记啊！我这么诚心诚意交给你，你竟然怀疑我欺骗你？恁两个爸仔囝头顿啊，伫遐踢踢突突。我怀疑，根本就是恁早就已经串好，把物件调包，来这里陷害我，对无？哎呦，这个话你也敢讲？你唔惊咧讲话的时阵，嘴子薄薄吞吞落去？我知啦，当初为着要摕这本秘籍，你已经唔情唔愿了呢。即马才替我摕一个假，想瞒天过海，结果叫阮爸仔囝给你拆破，你安那见笑当受擒？好好好，你嘛免摕什么秘籍，因为。阮囝嘛袂瘾让你招啊啦，行啦，等。阿爸，莫啦，遮闹开啊，过来阿爸。阿爸，你干啥啦？这只爸仔囝全部在欺骗啦，这尔啊无老实的，佫想要入咱李家大门。我咧讲哦，你哦唔当害咱母仔囝吼，去用下海死啦。阿婆，你听我讲，金东伊唔是迄款人，我找伊问清楚吼。你莫闹咧啦，阿婆，你是咧下心下情啊？你要跟我出去，你要来对，你给我立起，立起呢！哎呦，阿舅你先弄，进来啦，你叫大夫来啦，阿舅啊！特懂啊，我给你来照。今嘛，会当拄到豆爸的笔记，已经伫我的手头啊！呀，无人会阁伤害我的媳妇，阁我的囝！哈哈哈哈哈！谢林公，李公来报道。谢林公，
你若阁害我卡背啦，敢讲我若叫也无救啊！谢玲公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我那叫啊！我求你，给我指点。唉，真正是天下父母心，你甲我生起嘛是有缘啦，我得来甲你斗相共。都红光，哇！我想到，那是海边迄块灵石的所在。敢讲这是神明要给我指示，叫我带阿娇去遐。文娇得到神明的指示，马上派人将阿娇赶去海边啊，回到底发出红光的灵石顶面，希望讲神迹会当出现。阿娇，你紧清醒，你紧清醒，阿娇。你有听到阿母在叫你无？阿娇，阿兄，今日阿嫂在遐啦。阿娇，你是安怎？我是金童阿娇，阿娇，你去精神啊！阿娇，阿娇，除了你，我什么人拢袂带。你都要紧好起来，咱还阁要做阿婆，你知无？阿娇，我对不起你。阿娇，你有听到阿婆在叫吗？你清醒啦！我来陪你啊。咱来去迎接这个阿婆。阿兄，金童啊！阿兄，金童啊！阿兄，金童啊！我是反对你们从啥，拢爱怪我，金童。我来叫心脏给你听，我来叫无死呢。阿爸，无得卡，阿兄伊嘛无死呢，你要看卖无？阿兄，你给我过来啦，阿兄！我相信这个灵石一定带我来救我起来。阿娇。天嘛，你莫戆啊啦！人都已经死啊，咱即摆上重要就是让伊紧入土为安。好啦，我答应让伊两个待做伙，做一对阴间的翁仔某，让伊两个伫个阴府嘛会用安尼恩恩爱爱，安尼好唔好？袂用的，我相信我若叫急金童，一定无死。既然是神明的指示，爱因来这个所在，我相信灵石一定会甲因救啊因。天嘛，我头拄啊亲手摸过都无喘气，要哪有搁会活啦？今仔日金童啊死，我嘛真艰苦啊！啊死就死啊，这嘛是无奈的代志。咱即马上场的就是紧过一个日子，好好啊甲因安葬才对。我要让因两拢当这块灵石顶头，灵石一定会当甲因救我。嘿，王啊！啊！你是捌人捌啊？迄神主啊，爱等哦，金童啊，大体食断了哦，啊，才对伊的魂，啊，毋才会来拆起哩。退来。啊，这吼，较等下你甲这个刀啊、椅啊，拢甲煞出去。安尼哦，阮后生食断来，听头才有位通拆，听无？哎，是。李文娇这个赤查某。为着因走向过往，我看哦，嘛差不多要起笑。你笑无要紧啊，参阮金童啊都爱徛咧遐陪你笑。哎，金宝，你是安怎？阿爸，
阿爸知影你为着恁阿兄过往，心内真艰苦。我嘛是同款啊。啊，不过人死不能复生，就算你目睭哭到青盲，恁阿兄也袂袂阁活起来。卖哭听，啊？阿爸。蔡金刚，你阿兄假设是安怎会死？迄拢是你害的！李立东，你是谁？你去出来！王金刚，你是安怎？阿爸，有人伫咧咱身躯边讲话，敢讲你拢无听到？啊，才干那咱两个人，哪还佫有别人在讲话？好、哦，可能是我听唔到。你无听唔到啦？拄只是我哩甲你讲话，高世金啊，我伫遮啦，伫遮啦。你是妖怪？对，我就是妖怪。安怎？阿爸，遐妖怪伫遐。遐。要对啥妖怪？真正有妖怪啊！啊，就无啊！金刚诶，我看你是为着恁阿兄过往诶代志，哭啊，目睭拢花去啊！当房间休困一下，阿爸要来处理恁阿兄诶代志，吼、哦。高世英啊，你阿爸是看袂着我诶，敢有你看会着我？你到底是啥？你到底想要安怎啦？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就是杜高正。你常常灌水入去阮家，去掠我的某仔去吃，所以我要报仇，我要让你痛苦。是啊，你是杜高正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哪有无可能？你吃这尔济杜高，所以我要报仇。你阿兄甲阿嫂分撇，就是让我搞走的。我要让伊魂不归位，变作是外星人，这拢是你害的。无可能，一定是你骗我，你骗我的啦！原来迄天杜高正早就来到灵鹫附近，等机会要报复金刚。谁知讲无机会害了金刚，说等到看到金童甲阿娇的魂魄，随要离身啊！伊就爱趁这机会，将因两人的一魂一魄收在葫芦底，决定要好好来接话金童甲阿娇，出一口啊气咧！我即马去回去好好招待伊两个老，予伊无法度回去，错位奴才，真好真好。大哥姐，大哥姐，你去出来啊！弟弟哥，大哥姐。金刚知影讲阿兄甲阿嫂是因为伊才来受苦的，一时间唔知要如何是好。大呢一时间苦苦撞，要去找大哥姐呢，结果却意外跌落一个神秘所在。是人讲的仙界，我竟然搬来仙界，爱邪创啥？这两个人看起来足奇怪呢，啊，应该会是传说中的神仙。那是安尼，我去求因。阿兄甲阿嫂唔着去哇，我一定要试看卖。到底？哦，金刚本来想要开嘴，要求神仙救伊兄嫂，谁知影惊结这两身，缩甲化甲戆戆西啊！连咪叫伊天地，连咪叫伊爬水果皮，连咪阁叫金刚替伊下风呢。也金刚阁歹势开嘴插话，当然是时间唔知经过偌久。讲起来，这个囡仔真无简单找来个家，算甲你我有缘。
李将军，你拄啊才上任无偌久，看起来拄啊好顺这个机会解决这个囡仔的问题，嘛，让这庄仔来的人感觉你李将军神威显赫。哈哈哈！哈，谢林公，你讲了真有道理。好，我倒来甲伊斗相共。伊呢？好起来。哦，歹势歹势，煞叫困起来啦！啊，会好会好哈。免啦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好。哦，叫做谢林公。好。啊，这位是汉朝鼎鼎大名的飞将军李广，你叫伊李将军就行。好，谢林公，啊，李将军你来先。哈哈哈！你这个囡仔。真正是真乖巧，嘛真故意啦。好啦，看在你遐尼辛苦伺候阮，你讲看卖啊，你有啥物心愿，我来替你完成。李大师，是我害我阿兄佮阿嫂因两分别去往搞走，佮要爱我阿兄佮阿嫂因回来啦。好，我答应。大婶，我爱安怎做，才有法度救伊。金公，你等下要去的所在是非常的危险，你敢有确定你要入去？嗯。你若真正想要入去，自即马开始，我讲的每一句话，你拢爱听清楚。嗯。你讲，因为金公要救兄嫂，决心真下伊的缘，所以就答应要送伊去大高正大妖精世界。伊选迄天子时。也就是天地阴阳之气交接的时阵，先交出金光的分票，然后给一个引路用的白果灯，甲收回兄嫂分票的葫芦，接下来就准备要送伊去妖精岛啊。金光，你入去以后会看到真侪奇奇怪怪的妖怪，要唔过你唔免惊，你只要赶紧去找你阿兄甲阿嫂，用我给你的葫芦，也佮我家己的咒语。就当把伊的分票收在咧葫芦内底，家救得出来。妖精岛已经开啊，你会当入去。嗯。一世人拢做我奴才，想我接我。运动，你有要紧无？行，我无要紧啊。啊，你嘞？迄个是阿兄的声音嘞。恁若是要怪哦，就去怪迄个金刚啊。上去，条条拢摕出过阮兜。啊，我的某，甲我的囝拢死去啊！当初。伊想要对台湾，我就要赶紧抓伊呢。我要让您试看卖啊，您遐尔济水，够好做恩师透过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金东，好，我啉就好啦。我即马要去学恁的肉体，予恁永远拢无法倒转去，快当留伫遮，乖乖爱啉水。实在够可恶，像一种这么歹的妖精，哪会无人来救伊啊？人讲真正的残存，伊讲的同款，永远拢无法倒逃出去。Thank you.
爷，我是金公，我来救你啦。嘿，金公啊，真正是你哦，啊，你那边刚才这样啊？哦，哎、欸，金公啊，卡细你啊！哦，够烧的啦！哎，朋友啊，哎，看我来，看我来，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哦。听讲，迄、那个当初的船长，因查某囝阿玉，唔知是得着什么病，汹汹的死去啊！啊，伊唔是讲一个未婚夫，去看伊无偌久尔，嘛死去啊！这个阿玉绝对是得着什么传染病，传染给金童，金童。唔，这死到这尔紧啊！你胡白讲啦，金童哦是弄着恁姐死的啦！你别讲啊，伊一定是去阿舅传染着，唔才会死的。吼、哦，像这款这尔严重病，还可以传染，咱绝对袂当把伊的尸体放伫遐，一定要烧掉。你大公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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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恁两个尸体烧掉，恁个永远爱留伫我遐自外楼宅。真好，真好。阿兄阿嫂，我成功啊嘞！较早嘞吼，我将恁两个分片该收在这葫芦内底。收。嘿嘿。嘿嘿，完成啊！这个时阵，多瓜正多对船民飞去海边啊烧尸体，突然间刷感应到伊所设的结界铃声，甲一个听到铃声，多瓜正也知影讲一定是有人要来救金童甲阿娇啊。可恶，竟然让伊走去！若是我抓到，我一定爱伊生不如死。已经要三天啊，还袂清醒。敢讲是我家想伤多，性命无要保庇你，让你赖起来。不呀，你敢有看到阮金公啊？无啊，已经要三天啊，敢讲金公袂回去？无啊，我四界拢找无阮金公啊，一个死人不知走去倒。我是咧烦恼，讲唔知会跟伊哪样。金公一定无代志啦。我想，伊可能是心情不好，走去避起。哟，伊内边咧山洞内底过暝，我要来找伊啦。好，我来传下手。好。团长，我听讲你甲阿查某囝，唔知着什么传染病去死。如果若是安尼继续落去，我想。应该得到什么传染病？这两个人我看吼，一定要给烧死！烧死啊！烧死啊！真要烧死啊！别以为，伊拢好活嘞，伊还袂死，我保证你挨烧。这个船长若是唔甲处理就对啦，人家己甲处理，甲烧烧起，你们甲我抓起，抓起，抓起，抓起！别以为，麦当。别打你啦！哎，别打你啦！麦当，团长啊，这你别管啦，我处理哥啊。团长，是啊，好啦，你别走啊。你哥，不是啊，你别管，你别管。大哥姐，我先来走哦。是要怎？我的喉咙起来唱起来啦！哎呀，阿嫂，是的啦，我无甲你救出来，是的啦，阿兄，你袂用安尼做，你袂用安尼做。青妈，我看你莫阁张肚啊啦，
都已经死要三天，哪会活起来哦？早就精神啊啦，归去都给你火葬啦！啊！你给我放开，你袂当安尼走啦！你给我放开！你袂当害羞，袂当害羞。卖阁哭啦！你已经把你阿兄甲阿嫂救得出来，而且因的魂魄嘛已经归位了。敢是真实嘞？当然嘛是真实嘞。想要到金龙家叫魂魄，已经叫金光救到转来啊！原来就是伫个金光坐火炉要爬出妖精道的时阵，道高者出手甲金光掐一个，害金光为火炉顶跌落来，跌一个煞将火炉挂甲拍开。那道高者当年怀疑讲将火炉取转来时阵。唔知我分辨早就已经离开葫芦啊，并且阁予你将军甲送倒转去肉身啊啦！你袂当烧啦，你袂当把火给烧！哎呦，天啊！啊，都已经要烧啊，你即马甲动嘛袂赴啊！亲妈，带你来看好戏，予恁亲妈就看卖啊！你个肉体有些点痛苦。阿强，阿强，金刀恁紧起来啦！火都要烧着恁啦！你快紧起，快紧起啦！金刀。阿娇，阿娇，来！阿娇，爸，爸，哎，哪呢？靠！竟然会走去啊！我绝对袂放你耍，我一定跟你找机会报仇的。哎呀，千万，我也搁你笑啦！哎，阿四哥爬起来是人鬼啊？你是在讲什么笑话？这是阮家，这是恁后生，当然嘛是人，可是叫人拍坏啦！拍坏！阿舅！你无紧啦吼，有叫火烧着无？阿爸，我无紧啦。阿舅，阿舅，你当无代志，阿母现在足欢喜。阿兄，阿你无代志哦，哈哈，你真正好咧。金刚啊，你总算回来，阿伯阿爸嘛都还得你。李大生，阿爸，迄李大生就是叫阿兄阿嫂的呢。昨日是了白讲啥？我啥物拢看无啊，还干咧接石头呢？阿兄阿嫂吼，就是迄个李大生叫，一切拢是李大生的功劳啦。金刚啊，你是咧喊面哦？啥是李将军啊？船长啊！啊，船长！哦啊，拄啊好，啊恁两个船长拢在咧遮。谢林公有指示，讲这个李将军吼救人有功啊，哦，讲交代恁两个船长，爱将这个灵柩刻做李将军的神像，放伫阴山庙吼面头前。安尼，我都保护咱这庄仔来村民啦。哪里真好？金童家局势力复兴，和所有村民感觉真不可思议。乌秋甲文娇嘛因此化解怨怼，答应因的婚事啊。个文娇也为着要雕刻李将军的形象，真骨力伫咧走桩，希望讲会当早一日完工。就要气死我！迄个狗屎囡仔，竟然我都甲人救出来！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把那个狗屎囡仔抓过来，好好给他拎定。大王回来啊！来啊！吃这块饭汤，什么都没好，上啊！突如其来大地动甲大火，予大狗正失去了所有动魄。阮家，我毁掉啊！我得甲阮查清楚，找我的囝。
各位莫罢休。头家，本姐啦。头家，拜托。拜。奇怪，哪也无听人讲地动的消息吧？啊，迄大人讲到底是啥？外边哦，没啥啦，一个后生找到大人，咱白白去用招，我搁买落。阿爸，听讲迄个海边啊，迄个灵石经过的所在，大狗拢死翘翘安尼。这厉害，哪能讲起来？我老灵石的一半，都我都将遐大狗拢杀死了了。对，我来找李文娇讨灵石的一半，那呢，我就应该造福乡里了。原来这块灵石这么厉害，被我未做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把这块灵石毁掉才行的。我有办法啦。枪碰傻瓜，寿命！这位少爷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你牙头真光，领导最近有喜事哦。哎呦，你嘛知影阮家有喜事哦？哼，你根本就是咧讲废话啊！啊，阮家门口的大喜，就算是算命先，嘛看会出来阮家有喜事啦。你这就叫做算命。我看你根本就是算命嘴好累累。对啊，我阿兄讲了真对啦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变身啊嘛。阿兄，你赶紧去阿嫂因家啦，伊拄只阿爸讲要去阿婶因家摕一半的灵石，我今日甲阿婶冤家。哈，安那安尼啦，好，我紧来。少爷，你等一下，我要讲的是，你的命相是喜中带凶，你的命格命中爱娶两名女子。也唔过，一旦成亲，你就会去死你的大母啊！可怜可怜咯、喔！你就是你凊彩讲讲的，我就会开钱，予你消灾解厄咯。我无遮戆啦，会凊彩听你这种人讲的话啦。你家己想看卖，你的未婚妻是啥物？甲你成亲之前，伊阁拄到性命危险，险险阁无命。这。冰刀断定，你若是要娶这个查某，上短一个月，上长一年，你就会给他气死啊！若是要破解，嘛是有方法的，就是你爱去找一名女子，甲伊成亲，等伊过身了后，你才阁娶一个你心爱的人，安尼唔就是一箭二个，蒙人啊兼死苦。哎、欸，你莫胡白讲好不？阮阿兄才无这尔歹心嘞，伊无可能做这种代志啊！要做唔做，冰刀拢已经给你开破完了，你自己好好啊想看卖。我先过试试。阿兄，你敢不相信伊讲的话？哎，这没哪可能啊！好了，阿公，你厝看好。我进来，你甲坐阿爸。好。对了，这边买到食，知无？好知。阿母。亲。哎呦，亲家啊！亲家啊，啊你是要来参详婚礼的代志是无？来来，来坐请来。免。亲家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我敢有什么所在得失哩？得失是无啦。我听讲，迄粒灵石我都抬大狗，你嘛知影。阮村内去学遐大狗是害到七窟八笑。我想要甲你讨迄粒灵石的一半，当来抬大狗。这，袂当呢。你这人是阿爸呢，好康啊拢你碰去，啊无管他人死活就对啦。李文娇，你嘛是做村长的人呢。敢讲你唔知影村民的需要，咱明个结婚吼。非得我今日就是要来领招一半，啊无就是迄本太大狗的秘籍。
啊，若拢无，我看这层亲事嘛无阁继续讲落去的必要。无得我今日来，就是爱灵照的一半。啊，若无，嘛爱迄本态度甲我笔记。啊，若拢无，卖做亲戚嘛无要紧。你这个人爱吃欢哈、啊？迄本笔记早就叫你甲我调包去啊！我是要甲你大塞一本给你啊！阿母，好啊啦，我求你啦，你着将恁借的一半让花伯啊！你，看起来我这未来的新妇比这个青木还佫较在情呢。好啦，你若是坚持吼，要破迄个面罩吼，安尼我无多阻挡你。但是我歹听话是爱讲真情哦，迄块是面罩。那是你在破石头的时阵有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莫怪讲我无事先甲你警告。你是咧笑破人的嘴呢啊？破一粒石头会安怎？你当作我是去用火镜撮石头呢哦？我即几工仔就带人来破。迄、那个算命先讲的是真也假的啊？遐不过伊讲了无唔对，阿舅阿才决定跟我相带走，阮两个就出大事啊！敢讲真正像伊所讲的，我是一个刻薄命，命中注定要刻死第一个某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靠！我天哪！可能是真的啦！你有安怎无？我个可能漏掉呢，我疼。啊，是你要去看大夫？我提醒你看大夫啦。你搁当我斗三公，送我回去。啊，若无我无法度走路啊。送你回去哦。来，多谢你。起来啊！姑娘啊，啊，恁兜住倒啊？呀！我第一步计划总算成功啊！蔡金董，等一下你若是去阮家，你得凊彩我安怎啦？杜家姐要费灵招来报仇，不过伊先叫做算命先来骗金董，佮叫做查某人诱拐金董，到底伊想要创啥呢？我个天哪、啊！你毋是讲送你回来就好啊？哈，我爱扶你入去哦。啊，拜托的啦。好啦好啦，谢你。你怎啦？我爱看无法度行啦。你抱我面来啦。都爱用抱的哦。哦。好啦好啦。这个金童是青梅哦，竟然无注意到我，你家妖怪，看起来敢那会当用强的啊？啊，来得啦！哦，这呀，你准备创啥啦？你准备创啥啦，姑娘？安达莎，我喜欢你。妖怪啊！哪安尼讲人啊？哪安尼啊？我明明就长到足水的啊，伊哪无介意我？敢讲是我长了无够水？啊，我知影啦，一定是甲阿娇迄款丑陋查某囡仔，所以唔只会无介意我长到遮尔水。对阿伯来看卖呀，看伊到底是该阿娇倒一条。金董啊，金董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早该叫人家找工的。
你到底是安怎呐？哪里给我看？阿娇啊，你真正是足水的。袂用的，我先来去洗目睭啦。啊，若无，我今仔暗日困，一定会做噩梦啦。你想怎？你无爽快吼，来得济啦。免啦，免啦。对啦，阿菊啊，我这么赶紧赶过来，是想要替阮阿爸，甲恁阿母讨一半恁少的代志回息嘞啦。我真正是想袂到，阮阿爸竟然会做出这种代志。我是想要跟你讲，无论阮阿爸做出什么代志，我拢一定会跟你成亲啦。阿娇，金董，看起来这个金董是介意找菜头的查某人，好。林卓，我买到钱呢，来切菜头。对了，我阁送恁一个礼物。我的脚！哎呦！阿娇啊，你的脚哪受伤啦？厝内底够机会有份啦！啊，我来去叫恁阿母来啦。哎，唔好啦，阿母即摆在烘火头咧，伊看到你，一定会让你出气的。啊，那是要安怎啦？你的脚受伤呢？不要紧啦，听有药啊，你扶我入去。好，谢谢啦，来。啊，药啊，你倒。金东，药啊，放你遐，麻烦你。你的算命先讲，只要我跟阿娇做伙，阿娇就会去我吸掉。之前已经一摆啊，今麦阁安尼。是安怎？看金董的表情，伊敢那已经偷偷的相信我甲伊讲伊会吸死某的代志啊！我相信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哎呦哎呦，卡西尼卡西尼，你哦！啊，食到这大汉对啊，啊，切一个菜头，阁有法度去剁着脚，这哦是一个歹格调。啊，我看阿婆过去吼，婚礼延期啦。好，无啦，阿母，这伤哦，不要紧啦，我无想要甲婚期延期啊。你哦，我都唔知要安怎讲你，这金刀都压袂下咱招人门，你安事事项项都拢替伊想啦。我看你早晚叫压落地。阿母，我甲金童结婚了，咱就是一家人安尼，莫甲伊计较遐济啦。啊好啦，你看吼，即摆咧无方便，啊无你等遮济，阿母过来遐买一下物件，你不要等啊，你忙走呢。我知啦。好，好啦，较细腻哦吼。好，啊你家己坐哈。嗯。菜刀吼，摕了歪歪的吼，敢那加进来安尼。我这算命先是走去倒啦，若无找伊问清楚吼，我实在困袂去啦。哎，算命先，算命先，算命先！哎，算命先，算命先！哎，算命先啦！金东，哎，你走啊紧啊，我鞋又响。蔡金东，你莫害我抓到！人若无好，袂帮你煞。奇怪，安内无去啊？走去倒啊？金刀。嗯，安内是你啊？啊，头壳好痛，好痛啊！
来这尼啊戆啊，清清菜菜把我骗去啊！大姐，够唐僧哎！我的头壳疼。姑娘啊，你是咧哭啥啦？莫阁哭啊！你愈哭我头愈疼。你这个哪样啊？拄只明个拄我用强的，你阁怪狠啊！姑娘啊，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我明仔有可能对你安怎啦？你莫胡白讲哦。心里，你都讲，哥，你刚起剃头发，我哥我不爱呀，你哥硬搞起，今嘛老硬是你的人啊啦，我不管，你爱吵人，你爱吵人。你别了，我别讲啦，我没那有可能有跟你有啥物关系，我无啦，哦。上哥，你跟我无关系，你再看。是禁锢。这我哪会哭呢？你来这袂见笑吼，头顶我哪会哭痛啥啦？哎呦！你哪只眼无当当啊？你到底是不是查某的？那不是你做的代志，禁锢搁伫遮啦。奇怪，阿金东是走位倒位去啊？我不管啦，我已经是你的人啊！你敢看来看到你家，你敢不信你？快点走！阿舅啊，阿你干哪里？阿舅，你哪里来的？你先开大箱子。不，我的。阿舅，阿舅，阿舅。啊阿舅啊，伊毋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啦！啊，你有要紧无啦？啊？没呢，我若是把菜刀拔出来，喷出来会甲人无共款，唔定会发现我是毒口者，只好给晕倒啊！姑娘，哎呦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先带伊来看大夫啊！啊！啊！姑娘啊，我已经送你到厝啊，是你家己讲愿意看大夫的哦。啊，若是万不幸你若死去，是甲阿舅也无关系啊。我要先来啊吼。迄个查某囡仔哦，真正是够粗残的啦，竟然一刀就给我扑过来。吼，好佳哉哦，我是倒背阿姐，安那无好，我该倒去苏州，袂晓弄啊啦。无错啦，拄只我加到遮尔啊神，哦，嘴有够大啦！有够好啉的啦！我看你流水啊！
我疼死人了！我疼死人了！我疼死人了！我想再别干你，出去走，你哪有得对待我？我管你，我管你，为什么你要来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姑娘啊，你跋倒啊，敢有需要斗三工？姑娘啊，你的脚敢那真严重诶，无法度行啦。我看安尼啦，阮家就住伫头前啊。我爱你倒去阮家，下药洗，甲你的脚软软诶，你才搁倒去啦。安尼都麻烦你，好啦。阿娇叫上阮家己太死人，惊到唔知道要如何是好。那这个时阵，文娇甲金童为了要找找阿娇，嘛找到要气笑。金童真惊到阿娇会做出戆代志，心内真艰苦，也嘛真自责。煞唔知讲，其实阿娇是叫多高姐骗转去啊。一摆多高姐叫做查甫人要来接近阿娇，到底伊是搁咧变什么空呢？阿娇姑娘，这是我煮的姜汤啦，太需要给你。才袂寒着，多谢你。等你分分去，就凊彩我安怎啊？我真正想够巧的啦。姑娘啊，你真行啊，啊你人阁有较好咧。哇！啊！你你是怎样子啊？我无啊！你太不守规矩！多高正本来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威胁阿娇来嫁伊，谁知讲要讲半句话尔，都叫拍到乌青烟花啊！多高正惊一个照规个土家求饶啊！刚刚不看人，要走的。阿伟啊，有看你笑牙无？无嘞。叫人一个哦。这位姑娘，你是？这个时阵，大哥正阁变做查某人，化名叫做白莲花，讲要来找金童。找阮金童要怎？阿爸，这个查某是笑的，你莫找伊啊。阿爸，两条蜘蛛啦。哇，这是什么情形？阿爸，这个小的，伊讲的话你莫相信啦。哎，你面皮足厚的呢，把手放开啦。你看，这是谁给我来考啦？我已经是野狼啦！阿爸，你还怎么做？
这是不是你的内裤？你的内裤是走去哪里啊？阿爸，我，你真正足袂见笑的呢！我偷摕我的内裤，佮摕来侮辱我，你真哩袂见笑嘞！伊他唔偷摕我的内裤，滚了！哎呦，阿爸，滚了！这，阿爸是真的啦，我佮伊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点咪？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人就摕内裤来咧斗啊！啊，若真正有关系，唔就含你尻川几鸡毛拢甲你算出来啊！吼、哦，是伊家己来电话，啊，佮讲我对伊迄落，啊，你先别见笑啊！含迄落即个话，你都讲会出来，你要叫我安怎相信你？阿爸。我真正无啦，你莫听伊，我白讲啦。啥白讲啊？我已经是你的人啦，你来娶我啦！阿爸，我愿意叫我金童啊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嫁妆哦。这真的嘞？懂嘞。阿爸，你甲看，我若是嫁未来。这些金银财宝，拢是你下。有影。嗯。我敢要面盲。憨呆的，都是一块石头尔，可当作是金吗？我决定叫阮金童娶你。多谢阿爸心转。我不会啦，我要娶的人是阿强，我不会娶这个小查某啦。快紧，快紧。我决定了，唔免看日子，我叫你就是好日子，后日和你成亲。乌秋为着要得到金元宝，叫金童后日都要娶白莲花，金童都唔，乌秋气一日都甲关起来啊。白莲花佫叹息，无赖讲阿菊是杀人凶手，乌秋一日听佫较讨厌阿菊啊。伊向白莲花保证讲婚礼一定会成，嘛讲伊会随去你家去退婚。想知影乌手真卡在拄走尔，金公就偷偷甲金童放出来啊，而且佫甲金童讲，因后爸甲白莲花的嫁苗。金童听一个是着急啊，赶紧走李家要来阻止因老爸。啊，这个时阵的杜高正佫变倒转个查甫人啊，伊送阿菊转去李家，要予伊亲目睭看到乌手来退婚。李文娇。鬼蛋才给我救哦！我都无可能给阮阿舅吼去嫁恁金童啊！我拄仔好要来甲你讲这条，恁查囝是一个杀人犯呢！阮后生哪有可能去娶一个下胎人的查某？这条讲都免讲，取消啊啦！臭秋啊！是恁囝去爱着别个查某，才惹遐尔济代志出来！你起码把所有唔对拢怪在阮查囝身上，你敢会伤过分啊？唔对。那是因为恁查囝条件歹，阮后生唔才会去爱着别人，啊，啥物怪怪物才来？你小够过分嘞！你小够过，有够过，有够过分嘞！哦，你这个查某吐个吐个连庄啊！你即摆当作我唔捌出手拍查某，啊，就咧唱秀的哦！我咧讲，你袂抓狂，共我拢会拍死人！我咧讲。啊来啊来啊！你家己吐过来哦，啊我就。啊主教，主教，主教。那是你这个杀人犯，唔知爱自首。我，你咬我！哼，臭秋啊，你搁想要拍查某人？你实在哦，真有才情呢。阿母，你有安怎无？我不要紧啊，阿你嘞？无代志就好啊，哈。阿娇姑娘，借问一下哦，这个死老狗，你想要安怎处理啊？看是要给伊当作咩的？等两下，伊也是要一个乌一个空，该呆呆的，我哪能跟伊斗相共啦？李阿狗，等我把放开，千万别给放开。阿娇啊，你哪会叫伊莫放开啦？你阿爸骗我阿母，这是伊的处罚，现在千万别给放开啊。水某的，我拢听你的话啦。水某的。阿娇啊，伊哪会叫你水某的啊？对，我就是个水某的。安怎？你会使认识别个查某人，甲伊做伙，佮要出来入门，我就袂用个啊！阿娇啊，
我知影你一定是咧讲气话啦。你要哪会当嫁予这个矮仔狗？你要嫁的人是我呢。歹势哦，阿 Q 姑娘，到底要嫁乎我？这，就是我要送予伊落定手绢，有看到无？阿 Q 啊，伊讲的敢是真的？你真正要嫁乎伊哦？对啊，真正要乎阮兜招啊，所以我就要嫁乎伊。我讲了无唔对吼，这个查某安尼化变面就变面，哎，这敢会作证呢？莫阁徛在这下戏下情啊！来等，阿娇，阿娇，阿娇啊，无叫啦！走啦，走啦，紧走啦！你哦，上好以后都莫踏入阮家一脚步啦！阿娇，啊，你敢真正要叫我进宅啊？阿母啊，阿娇已经是我的人啊，当然嘛是爱嫁好啊！唔对，我是给恁招的，应该是我隔壁来招的，我愿意明仔载再过隔壁来。水某的，你讲对唔对？阿爸，金童啊，我知影你为着甲阿娇啊解除婚约的代志，心情咧郁卒，莫想遐济啦。非得迄个白莲花嘛足介意你啊，后日嘛要成亲啊。哎，阿娇啊，急要嫁人，啊你哪会娶输人？啊？阿兄，你敢真正要甲阿嫂申请要去娶别人？这，迄个算命先讲了着，我真正有刻催命。自从阮讲好要结婚，阿娇已经拄到几啊摆危险啊。若是真正叫我，凡世短命，我看还是莫甲阿娇结婚啦。阿兄。阿兄，是啦，阿兄会去娶别人啊？非得我即马娶啥拢共款啊？哎，哎，你看伊形容哪安尼啊？伊娇骨，李白歌头。又闪着哟，紧徛阿弟啦！阿仔，夫妻对拜。拜。那边有状况，我要赶紧过去那边。送你东风。哎，林小姐。阿仔，哎呦，又闪到啊！阿仔，你动到一个查甫囝。有些人要动一下是无啦？顶一个啦！不是的啦！
拍死！上一栋房。哎呀，再行我多上栋房啦，我多啦。已经拜几顿啊呢？阿爸，我是无想要害白莲花，才会安尼做啦。你，歹势啊，歹势，乡亲啊，可能是我这个新妇哦，知影要嫁入门，想欢喜，规暝拢无困，所以今麦头壳戆我昏去啦。莫入去。奇怪，我来感觉这个新阿嫂。怪怪的。杜高姐为了要应付两爿的婚礼，不得已就用分身了。但是一分没有两身来用，害杜高姐是安尼叫苦连天。无嫌你歹哦，但是这结婚哦是一世人才一届的代志，你安尼搞不甲这么大出着，阮李家面子哦，落你尽扫落地啊啦，你是在有够够的啦。阿母啊，我唔是刁工的啊。好啦，阿母，扫扫去啊。啊，面子拢给我下了了呢，该当扫扫去啦。我甲你警告，从今以后你皮都甲我闭起安尼，带来阮家哦，你就好好做代志。啊，若无，哎呦，知啦。看起来，我爱想一个办法解决这件代志。二时啊，金童的婚书才无用算，乌手龟头壳也是你收起粒会当拄到狗的灵咒。所以，伊就趁金童甲白莲花洞房花烛夜时阵，偷偷走来当村的庙前，要偷摸迄粒灵珠。阿娘喂，一阵遐阵，莫怪态度搞笑好。也个只鸡蛋是，到底这大尊是要躲到一地口后啊？乌手安尼想鬼波动，怎么来下手？这个时阵，金童因为思念阿菊，都不得不甲今日到较早，请在家菊约会迄个凉亭。像咱讲，阿菊嘛因为心头郁卒。同款要去凉亭偷窥，有影命运创治人，苦命鸳鸯再次相逢啊！但是人事已非了。阿娇，是你哦、喔？你哪会来遮？阿娇，我后悔啊！我真正后悔，我去娶别人。我要娶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啊！即摆讲这拢上班，你已经娶迄个白莲花，我嘛已经嫁别人，我袂当。我无爱啦！阿娇，敢知影我喜欢的人，一直拢敢若有你。
无别人，你知无？一摆讲这样哪有好？这世人都注定是有缘无分。运动，请你将咱的感情放水了。以后若是再看到我，莫当作无事生。阿娇啊！阿娇，是嘞，是我唔对，是我先失约的。哦，上几步经几步，嘛唔知要跺到一地口。好啊，就剁这个手来头剁剁。阿娇啊，你敢有伫遮？敢若有人来，脚手无较紧袂用的。大胆！真正是小贪两家人，李将军的灵柩不可动，这下雷一个敲落去到地面，乌手敢会有生命危险呢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咱来看卖啦。哦，阿舅来啊！等下，我得好好搬一出戏给伊看。阿舅啊，你有伫遮无？救命！是进仔的声。啊！啊！是阮阿爸呢？进仔嘛伫遐嘞。阿爸，你有要紧无？阿爸，来。我扶你起来，是安怎啊？阿娇，你无代志啊？我是予一个生存海的，你来替我报仇。进来，进来！阿爸，来，起来吃药。哎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，哦，较紧嘞，来来。哦，一开始规身躯拢麻的，来来，啊，即摆规身躯拢疼。啊，好好好，阿爸，大夫讲哦，这药啊吃落会较轻松啦。哎呦，好来。哇，哇，阿爸，嗯，啊是讲半暝啊你唔困，也一支波头走起啊是要创啥？嗨，你莫问遐啦。哎，有影饮落，规个拢轻松起来呢。好啊啦，阿爸，你是爱讲老实话哦。你半暝也唔睏，走起要创啥？敢讲你是寒民，走起安尼乱乱说哦？嘿，你讲安尼我想着咧，我明明早暝都睏咧车，安内无代无志，家己锁咧走去迄个所在。哎呦，莫非咱兜有魔神啊？我叫电着，无奈安尼。阿兄，金公，难道真正有魔神啊？好啦，金公啊，莫遐斗闹咧啦。阿爸，你是唔当三日学袂讲啊？啊那无，是会去学雷公讲连庄哦？啊你别，莫学白，甲恁爸纠缠，一摆就闪招啊，两摆就错赛。阿兄，阿兄，听讲你甲迄个新公爷已经死人咧？啊！生前迄暗，红世进在就过身，只有阿娇一夜之间变到厝边头尾，大家所讲的煞青啊，无人敢话伊，一日看到伊，都敢那看到歹物啊同款。头家，这水果安怎卖啊？上啦，我比你再衰啦，上。头家，这金针安怎卖啊？你再衰，我卖袂你。OK， 这偌济啊？我买啦。唔免啦，我袂买。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你听我讲，我，阿娇，阿娇，本来你伫一家哦，买菜已经买好啊，咱赶紧来转去。安排进宅死去，我总算免两边走来走去啊，大刚都黄了，会互人看出来。起码。应该是进行后一步计划的时阵啊，
奇怪，这空嘴若要好，拢安尼特别上，佫袂焦呢，好感觉个。阿爸，我有代志，想要叫你斗相共。啥物代志？阿爸，拜托你啦，你一定要跟我斗相共，啊，若无，我就袂开啦。你无讲无答，就安尼跪落，啊，无讲个清楚，啊，无头无尾，我要你知你想要创啥？阿爸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之前捡你家借的迄个红婿，真知啊。其实，伊是我阿爸伫外口偷生囝，算起来是我阿兄。我想要替伊报仇。你是要安怎报仇？阿爸，你毋是一直爱迄本偷渡狗的笔记，我才有。我也无。阿爸，你若是想要治这个笔记，你就要跟我斗三工。你讲看卖咧啊，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跟你斗三工啊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到一位先生会当跟我斗三工，你爱代替我去救伊。先生。先生，我来啊！蔡敖秋，是是，我本人，我本人。先生啊，我是要代替阮新妇吼来甲你求啦。啊，伊讲吼，伊要报仇，啊，到底有啥物办法？啊，伊的报仇对象吼，就是迄个赵忠贵。哎呦，对，先生就是先生。我早就知影。伊要报仇的对象是谁啊？哈伊若是想要报仇，就是爱先破伊的风水；若是想要破风水，就是爱先准备乌狗血，还佮有铜针，才会用的。哦，我来传吼。等下，我讲的铜针是囡仔出世的胎盘，啊，若是乌狗血，是查某人的月经带。只要把这两项物件放伫我讲的所在。安尼，恁的愿望会当达成吗？多谢先生。哇，做真做假。李大生。不是那个好人的算命先，爱写甲巴讲啥？啊，搁有李大仙，伊引我来这，是搁有啥物代志要甲我指示啊？伊的喙齿，奈？哎呀啦，伊一定是那个大高精，是安怎？人讲魔食魔不熟，熟食不灵魔。金公敢会赴当阻止大高正阴庙，灵石风水敢会被破呢？只要把这个地理破掉，赵将军可无法度很心痛啊。到时阵，阮一家伙啊，阁安全啦。我真正想够巧的。拢照迄个神的意思，将东尖甲乌狗血甲带你这个所在，安尼应该就妥当啊。哪呢？救人哦！救人啊！成功啊！赵将军，你也有今仔日哦，真正是报应啦！哼，我即马
就要把你的形象毁掉，让你永远都无法到伫金门徛起。哪有可能？我已经把石将军风水破掉啊！伊若阁有法力，把我当到金枝石。迄是因为阮早就知你是大高家，所以咱就把物件调包。你这只死大狗，你敢欺骗我？我阿爸，我要把你拢抬死！大高家。赵将军，你若不帮我说，我就把乌手抬死！大高家，到即卖你阁执迷不悟，无差你两百年的修行，阁到处想要害人。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。大年生为非三族的大高家，最后也是得到报应啊！爸，再就发工资了。我再穿，来来来，来，来，再就两个，来来来，再小心，好。俗语讲：道行不一，必自毙。多搞这个变形灾，对金门地区的农作物造成真大损害。想要搞一粒用来雕刻形象的灵鹫，竟然为民渡多搞，兄弟一民。用灵鹫所刻的李将军形象，至今犹原镇守在映山庙。来映山庙求签，上特别的就是签的内容所写拢是历史人物。来求签，我爱看南楼、苦楼，这款签是要怎解呢？啊，你若要做生意，当然讲四六周六四平贵，讲头先甲落落甲落尾来。伊都万难，即啰地面都有啦，啊，建工也有啦，啊，皇帝啥物长官拢皆看有啦，啊，所以伊就升来啦。啊，你讲要做生意，你来头前哦，注着水淹来，哦，伊拄仔好咱来抽了一箱哦，啊，你啰搁淡淡慢慢，即啰慢慢伊做较买单较好，啊，差不多这意思。原来印刷庙头前有一粒拜石，相传水乃淹到八分地的时阵来求签上准，海水的关系嘛代表签顶头人物的运势，所以同一个签无同时阵来求都无同的解说。